相信范冰冰是很多人的女神吧，她可以妖娆，可以霸气，可以性感，可以找到很多的溢美之词来形容她的。长相具有中国的味道，又不失国际范。范冰冰人长得很漂亮，但为啥就是不好好穿衣服呢？而且这礼服的款式，一不小心就会走光的样子，根本就啥都遮不住啊。旁边大叔的小眼神都看直了。这件礼服裙后背和大腿都露得很多，本来这个裙子的材质大腿部分还比较好看，上半身就有点一言难尽了。这套有种复古的贵气，大概是项链也比较加分吧。还有这件当时很有名的龙袍礼服，都说很会炒作，